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尽量等两局吧。学的 Q 太弱了，我都不太想 Q 人。大海没有尽，但我有。一级学 Q 是真的弱到爆了。他也两瓶药。他一下差不多减20点攻击力了呀。没筒子了，我慢慢 A 吧，他要回家就压那回，我正常补刀就好了。看他们打断一下 ，OK， 不要强行去追他就行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这两瓶药吃光。啊，穿过去了吗？那被个闪，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回家吧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两个桶子，痛，扛不住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我认为我的这个装备，我伤害都没有他伤害高了。先不用筒子，我看他回不回家。他要是不回家还要来对线的话，我要留筒子的。接不上，还有个小鞋子。换了一个还好，可惜呀、啊，我蓝不够，我吃了 W 我就没蓝 Q 了，但不吃 W 他 A 我一下我就死了，有点痛苦呀，铁子，买个十字镐吧，买个十字镐，炸下小兵应该死了，314，我看一下，200，204，死不了呀，多血缘一级 Q 应该能闪。七级的时候应该能把后排兵炸死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刚有饼干不？刚我吃了最后一个饼干是吧？更多火药！
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这不能等着枪筒子，会被砍死的。下一波线应该扎不死，我再 Q 319，下波线如果小兵超过319扎不死，差一滴血，小兵是320。没卡好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样装逼？用大来装逼的吧？人才呀！操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中路塔都快推完，他出穿甲应该好打一些吧。对面无人小带啊，我们中路是送死流。这样我升不了级啊。虽然挺富的，但我家升级太慢了。装什么呀？这里是有个眼，大海没有尽头，所以他是不是升级？他要不升级，他是不是要被野怪干死了？
哥们塔钱也没了。来抓就死给你看，我在火中，他这是不是专业玩赛恩的？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又一个，更多火药，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守不了就放吧，别一会塔掉了人也死了。OK， 300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操，什么鸡毛伤害，猫的人头还好，痛啊。妈该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我没血了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这个我来，我跟他单挑。操！好受多了。偷袭狗。
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要赢了 AD 先开始装逼，给他发个偶，妈的抢桶子是吧，老子今天不砍死你都算你命大。更多火药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这把不出木刃，下把再说吧。得发育特别好的那种，其实这把发育还可以。出木刃，死亡轰炸！阿秒的命大呀！出木刃贪欲的话，节奏会慢一点，得要发育特别好。闪了吧，我差点全身大招呀。更多火药，我升个大招拿大龙一波了。所有大炮，听说春季赛不能直播看了，是真的吗？有没有，有没有董哥？五杀，今天应该没有黑帝能说话吧，这么五杀怎么说，超帅，范围超大，三连桶，这就是实力啊，这自己